到主持人，大家会想到湖南台的谢娜、何炅和央视的董卿、朱军等等。但是曾经有一位女主持人可是风云过央视和湖南卫视哦，她就是曹颖。曹颖的职业生涯从1998年她主持央视节目《万家灯火》、综艺《大观》等被观众熟知，曾经还连续两年主持了春晚。后来曹颖离开央视转战湖南卫视，和李湘一起成为湖南台当家女主持，乌龙闯情关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。相信那时候大家都很喜欢曹颖饰演的祸水仙吧，漂亮又机灵，律政佳人里表现的也很出色，还因此结识了现在的老公王斑。王斑也是个演员，早年演过不少影视作品，后来有了家庭后也鲜少拍戏了。2011年曹颖生下儿子，一家三口其乐无容，而曹颖也基本退圈了。之前偶然间一次和儿子直播，想要与粉丝拉近距离，但是遭到网友质疑曹颖变脸，因为和以前印象中的曹颖模样有些不一样。了解到大家对自己脸的质疑，曹颖自己也打趣道，是因为自己发胖了才导致的变脸，为了让大家不说她变形，只能努力减肥了。现在的曹颖虽然不怎么拍戏露面了，但是也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和大家互动。重要的是一家三口很幸福，经常看 TVB 电视剧的人就会对陈松伶比较眼熟。陈松伶是香港影视歌三栖女艺人，天涯歌女等是她的代表作品。本来事业蒸蒸日上的陈松伶却遭遇了一件不小的打击，34岁被形同好姐妹的经纪人骗光积蓄，整个人跌到谷底。不过好在后来遇见现在的老公，夫妻二人生活幸福。虽然陈松伶比老公年纪大，但丝毫不影响二人的爱情。现在陈松伶身价上亿，但是也几乎是不拍戏了，在婚姻上找到了好的归宿，已经是很幸福了。这两位昔日大火的女星现在都因为家庭而淡出娱乐圈，但是很幸福，你们说呢？图片来源于网络，如有异议请联系删除。